今天来为大家来示范讲解莱康热辣系列每一款辣它的一种特质与差异化，好，还包含到我们的辣的一个选择，好，还包含到我们辣它的一个温度的一种调控，什么样的辣它有多少的一个延展，能够来缩短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种流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操作示范。奥图玫瑰传统热辣，这款粉红色的辣含有舒缓皮肤的柑橘和玫瑰，与莱康最新的技术的二氧化钛技术融为一体，毛根包覆性强，能够去除 0.1 极短的毛发，适用于粗硬的毛发，特别适合敏感的部位，包含眉毛、胡须、腋毛跟私密处的毛发。私密处专用热辣，独特的配方，甜美的味道。私密处专用热辣是一种低温、低敏、低刺激、柔嫩、抓毛性强，配方采用莱康独特的二氧化钛技术与金盏花和洋甘菊的保护。建议部位，私密处娇嫩的部位，粗毛根的手毛与脚毛来使用。奥图玫瑰创新薄辣，带有镇定的洋甘菊和玫瑰鲜艳的红色，适用于粗毛、细毛、汗毛，只需传统热辣的三分之一的厚度。建议部位，脸部专用的除毛，私密处除毛和腋下除毛。男士专用传统热辣，特别为男士而设计，配方采用独特的二氧化钛技术、洋甘菊、檀香精油和鲑鱼膜晶片，毛根包覆性强，能够去除 0.1 公分极短的毛发，适用于强韧顽固的毛发和敏感的部位，包含眉毛、胡须、腋毛、私密处毛发。红梅超级柔嫩低温辣，奶油粉红色，充满甜美浆果的香味，是一款高科技配方，采用新一代的树脂和二氧化钛，低温超级平滑，超柔嫩，不易断裂，适用于腋下、手脚细软的毛发。莱康另有多款适用于不同毛发的专用热辣，欢迎洽询。澳洲莱康是国际的领导品牌，学习与使用莱康热辣的除毛产品，就等同是国际认可的热辣除毛技术。